来香港在电影公司，我主要就是设计那个中文的片名和那个是露娜啊的那个演员表演啊，主要就是写这些。那写这些不同的电影的内容，你有不同的表现方法，嗯，所以什么制作什么自己都可以，嗯，差不多我从王羲之、柳公权、颜真卿、糜夫、焦孟夫、苏东坡，这一路写下去，写到那个赵之前，差不多所有的帖我都临过，临的最多的是王铎和赵之前，嗯，啊，所以。